第一次到丹麦，感觉像飞了半个地球那么远。出发的时候，北京的气温已经开始热了，而且下飞机的那一刻，北欧10度以内的气温，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吹在脸上。当时应该是当地时间6点多，黄昏伴着夕阳的感觉，特别漂亮，也特别美。因为丹麦人口没那么密集，所以沿途的景色会特别美，也不怎么能看到那种人潮拥挤的场面。然后这次来主要是来丹麦接受丹麦旅游形象代言人的授予仪式，所以也是很紧张，也特别期待的。我们后来转去了当地历史悠久的皇宫。还有安徒生的博物馆，体验了安徒生小时候的家境，也坐上了小船，听一听当地的老爷爷讲一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，也见到了当地一些特别有名、特别有设计感的建筑。后来还去了当地的农场，然后体验了当地的特色的烤面包，其实就是把面团绑在木棍上，然后烤熟了直接吃。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有500个足球场那么大，然后那儿的风景啊、草啊，还有好多油菜花都特别特别漂亮，还有他们自家办的这种极限体验这种运动项目，我也都从头到尾体验了一把。还坐了一下当地非常常见的婴儿车，因为坐在里边都是宝宝。还和当地的朋友一起玩了这个棋，还玩了扭出这种弹球的扭蛋机，也体验了一下丹麦以前海军的这种纹身的文化，其实就是用圆珠笔在胳膊上假装画那么个图案而已。看着都是红酒，都是红酒，还有莫名其妙的马赛克，这是烟熏肉，我们当地吃的芝士、土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甜点，啪，然后披萨，好多好多好吃的披萨，吃的也特别香，还有手机上特别特别厚的滤镜，这个看着特别像中国的煎饼，但里边放的都是什么培根啊、火腿啊。都不加辣条的，他们那没有辣条。你看，看着特别的香。这是我直播的时候吃的生蚝，那生蚝你们可以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，真的跟中国的烤生蚝完全不一样，特别的鲜美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旅程，我把它拍摄下来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你们要是去体验的时候，记得也要拍摄下来，然后分享出来哦。拜拜。